乾坤圈撑不了多久，必须突破穷奇的翅膀。要是这时候彩金神剑在手，什么翅膀都能劈碎。彩金神剑，阁主，那你还等什么？你们忘了，只有嫦娥神女才知道彩金神剑的下落。那我们赶紧去找嫦。我妹妹根本不是嫦娥，也就是说，没人知道神剑的下落。可神女已经失忆，怎么办？擒贼先擒王，别让穷奇控制石头人。嗯，集中火力攻击穷奇。开火！一群不自量力的东西！为什么只有这里爆炸最明显？大家看，标记处就是穷奇羽毛插入的地方，最为薄弱。伙伴们，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不好！善良，不乘势而上，却为了几个兔崽子分心，这就是你们必败的原因。不好，他想撞毁神兵阁！玄武金刚，神兽试探。降伏魔阵，支援陈锋，一定要顶住！明白。白色金刚，神兽形态。
了保护身后的那些累赘，你们有再多的本事都是白搭。放弃吧，兴许你们还有活下去的机会。嗯，伙伴们，身后正是我们守护的人，必须顶住，执迷不悟。彩金神剑有救了！你们知道真正的镇阁之宝是什么吗？那就是当年神女斩尽黑金，开辟月心的彩金神剑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彩金神剑。神兽战队，看到了吧？我没吹牛吧？是彩金神剑，无坚不摧的彩金神剑呐！出现了，出现了！我再送你们一程，都给我下地狱吧！休想伤害他们！我必败，失败的可怜虫只会嘴硬。他可没有失败，只是把后面交给我们了。你这种自私自利，只会躲在傀儡后面用人质威胁别人的孬种，我们怎么可能败给你？守护让我们有了软肋，却也有了坚不可摧的铠甲。只要我们身后还有要守护的人，你就永远永远不可能打败我们。神兽战队就是大家的最强护盾，为了守护自取灭亡。彩金神剑追随了神兽金刚，别再执迷不悟，
合体又如何？善良是累赘，你们多一份守护，就少一份力量。你恶贯满盈，坏事做尽，当然不懂守护之力的强大。下地狱去守护吧！伙伴们，就让他见识见识神兽金刚的强大。来吧！神兽采金卷。虚有其表，却不中用。胜利啊！胜利啊！求你拆我的神兵戈！大家别大意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王明没事。有意思，太有意思了。那群兔子真是可爱，对不对？你们可要保护好他们呢。什么？古往今来，多少邪恶势力入侵，多少强大的敌人，等待他们的都是失败。守护大家是我们的使命，我们只会因此更加强大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们是累赘，你们不可能变强。控制住他们，你们就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世界末日。他们可不是累赘。神兽战队一起奋战到底！没有他们，没有大家守护家园意志的支持，我们不可能撑到现在。是他们给了我们源源不断的勇气，我们只会更加强大。你赢不了我们，更赢不了他们。那就同归于尽吧！灵兔族和神兽战队紧密配合，成功将侵略势力逐出月星世界。看我家卷卷出息了，出息了！
你家的金国英雄来了。卷卷，神女英雄，我是黑怪大英雄，别叫错了，黑怪大英雄。各位空间站的朋友，你们知不知道做英雄苦恼啊，名气太大了，烦啊。姐姐，爹爹，娘亲。那是我闺女。往香姐这天从月球上看，可以看到圆满的地球，但在地球上看不到月亮，所以星神上的护卫队预备队员就可以乘坐花辇去月表看地球，那里可是我们要守护的地方。我也好想亲眼看看。爹爹，娘亲，卷卷终于要去月表啦！地球有啥好看的？都看腻了。别去了，我们找个馆子大吃一顿吧。哈！哎呦！卷卷，你干什么？只有星选上的护卫队预备队员才有资格乘坐花辇去月表看地球。这可是无上的荣誉，卷卷不踩你踩谁？卷卷，替我们多踩他几脚。哇，升起来了，故乡升起来了。望乡，遥望故乡，我们的地球真美。不知道胡博士、渣渣他们现在怎么样了？林村哥哥是在想念地球上的朋友了吗？啊，这是七星印记，是我们血脉相连的证明。我就是你哥哥，你尝一口嘛。长青，你是神女，但也是我妹妹，在哥哥面前你就暂且忘掉那些身份责任，放开吃，放开玩，好不好？妹妹，别怕，有哥哥在。长西，我也希望带你回到地球，一起过中秋节。谢谢你救了月心世界。谢谢你，哥哥。不客气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得想办法追查到黑心的源头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郑老师说的对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